选前倒数最后24小时，台中立委第一选区，民进党卸任立委蔡其昌力拼连任，今天锁定全部选区进行车扫，从自己的本命区清水起跑，同时祭出了夫人牌，跟太太再次合体同框，也呼吁选民13号踊跃出来投票。选战打到最后一里路，台中第一选区民进党新人立委蔡其昌为了争取连任，连续好几天车扫，脸上完全不见疲态，反倒还神采奕奕。这回他打出幸运的夫人牌催票，因为是选战最后一天，那所以惯例上这个扫街我们两个都会一起，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习惯了啦，这样习惯都带给我们很大的幸运，所以我们今年也不例外。选前倒数的关键时刻，蔡其昌12号锁定中一全部选区，从自己的本命区清水起跑扫街，出发前跟太太再次合体，上车前还替老婆大人系上背带，绑上安全绳，也让现场狂冒粉红泡泡。每一次到了我选举最后关头，他都会这个义无反顾的出来挺他的最爱的老公，这样可以了哈。谢谢他。那我们希望我们用最大的诚意，最后一天跟乡亲来拜托，希望要留下在地服务不分党派，然后认真做事的立法委员。投票进入最后24小时，蔡其昌力拼胜选，使出浑身解数努力催票，用最大诚意获得选民支持，为他投下关键一票。记者刘启宇台中采访报道。